Cast off. Change Beetle. Yo, what's up? 大家好，我萨克，是你被游戏耽误的保险业务员。对，又是萨克不动脑系列哦。那我们这次要打爆的关卡是什么呢？突袭杠 RA 杠 EX 杠6。对，就是一个可部署的 OA 宣称减少至6，敌人特殊能力不会被失效。遇事不决，黄金大队。OK， 我们直接进到我们队伍解析的部分。OK， 那以上呢是我使用的队伍。萨克，你怎么没有上降智羊？你降智羊跟你的小火龙就任君挑选了，看你要降智羊呢，还是要小火龙都可以啊，好不好？那两个一起上也是蛮凶残的，也是可以啦，好不好？其实黄金大队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那永远都是那几只，永远都是那几只在换啦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就直接实际操作给大家看了。OK。有什么难度呢？没有难度啊，真的没有难度哦。拍个封面 ，OK， 拍个封面。好 ，OK， 那因为你只有六只鳄鱼先生，所以你在拆模过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。开场先部署我们淘金娘摆的地方，之后呢放上你的拉狗降智拉狗，之后再放上赛妈 ，OK。好，然后放上我们的德狗子布卡费放在这地方。好，咻咻，对，咻咻啊，咻咻啊，咻咻 ，OK， 咻咻，咻咻完之后呢，放上降智小王子银灰，然后拆这边的蘑菇，拆起来。那你这边如果有鸡四个的话，你可以拆完之后把鸡四个往下也是可以啊，也是可以。好，这边拆两个蘑菇，等一下，先不要拆蘑菇，先放上莎莎放在这地方，然后拆蘑菇。菇拆起来，好，然后这边一样继续拆，打通一条路，对，从中间打通一条路，对，那叫什么东西呢？我们就不好说啦，对不对？好，咻咻，继续咻咻，好，放上你的阿能，再加上你的姑姑充电器 ，OK， 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这边继续拆，对，继续拆，拆起来，继续拆，好，一样，淘金有费用就抢。OK， 啊，好降智哦，好惬意哦，对，没有难度啊，没有难度啊，出来就被阿能洗脸啊，对不对？有什么难度呢？好，这边猜猜，哇，这么多只鳄鱼先生，看起来好像很恐怖哎，也不用怕啦，对不对？设置你的烤肉站，对对，好，烤肉站放下来之后呢，抢备用，对，就抢备用，哇，这边完全不用理耶，真的，对，完全不用理耶，好棒哦。好，放上你的闪灵，撤退，放上我们的星熊。好啦，没有难度了，恭喜大家，这关可以挂机了。对，这样放完就可以挂机啊。然后这边过来有没有就会被 BBQ 烧？对，然后被打就会补血。如果怕我们的星熊会死掉，对，你可以开一个电风扇之类的。对，你可以开电风扇，好不好？没难度啊，对，没有难度啊。哇，这么多只，这么凶，我就来了。好啦，开启电风扇，对，吹它，电风扇转起来，好，真鹰斩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莎莎开技能，莎莎要开技能吗？好像也不太需要开，对，什么都不需要，结束了，各位，降智，不需要智商啊，开心吗？各位，黄金大队好好玩，明日方舟好好玩。好啦，以上呢就是 EX 杠6的图形模式哦，希望有帮助到大家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